友们，大家晚安！又到我们诗马特过生活的时间啦，我是心姐。情爆棚啊！说到这个夏天呢，除了有阳光、沙滩、比基尼之外，还有什么非常重要、绝对不能少的，就是好吃的冰品啦。没错，今天呢要介绍大家这个夏天必吃必拍的这个厉害的冰品到底有哪些。如果你还没有吃的话，你就落伍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请现在所有的朋友们赶快上我们 ET 这个 Today 的这个分享云，赶快来上网来留言，然后或者是呢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们，赶快一起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正在滑手机的 Linda。 我在分享、很好很好，欢迎 Linda。 嗨，大家赶快去分享好不好？耶、yeah. 你今天是准备要去海边的吗？没，哎、欸，我为什么要戴太阳镜？对，我问你啊。没有，就想说是一个造型这样子。海边就需要一个墨镜。对，就需要一个墨镜。好，没问题。那你先继续分享。好，还没分享完。紧接着欢迎的小爱，欢迎小爱。很适合来吃冰。对啊，今天穿的就是非常夏天，而且夏日一定是要吃冰的。女生真的很喜欢夏天吃冰，而且一定要吃那种就是看起来又漂漂亮亮的冰，可爱的。对，一定会必中少女心，而且一定会要先拍照，然后上传之后才可以吃，对不对？一定要 po， 就要当网美，然后先拍照，先照片那个相机先吃，然后人再吃。好，没有问题。今天绝对就是让大家拍不完，也是吃不完的。好，接下来要欢迎的是周心杰，欢迎你。对，第一次来，有什么感想吗？踏入这个棚里面，应该我会有新手运，就是六个圈子。哎呦，很难啊！现在夸下海口喽，新手运，这么厉害，这么厉害！心姐也号召一下你的网友们，就是粉丝们一起来，就是我的粉丝们，大家快来看我吃冰吧！多可爱！好的，好的，今天呢，没错，今天一共会有六道很厉害的冰品要介绍给大家，所以呢，就是期待一下，好不好？好，我们要先请出我们第一道厉害的这个冰品的老板们，老板们，对。你好，请拿你的麦克风跟大家问好一下。Hello， 大家好。哎，你好，你好，老板怎么称呼？我姓周。是。对。然后，周老板。绰号叫阿 Q。啊，对。我觉得你很紧张。好了，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第一道冰品呢是这个连香港人都要来朝圣的，好不好？是这个限定的低蛋仔。为什么叫低蛋仔呢？它是用那个蛋，那种怎么那个什么鸡蛋糕。对。对，它是用鸡蛋糕，就是其实就是美国很有名的那个 crepe。他把它变成像鸡蛋糕，然后里面就是包冰淇淋嘛。对，包冰淇淋还有新鲜水果。哎呦，这么厉害！所以已经准备好。对。哎呦，可以看一下我们桌上这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桶，它看起来很厉害耶，它变成是一个桶的概念了。低蛋仔，请低蛋仔，对，低蛋仔可以请周老板。这个的话是要做那个鲜果冰淇淋低蛋仔。鲜果冰淇淋，鲜果的话，我们主要的冰淇淋是以草莓冰淇淋，然后再配上季节新鲜水果，是，对，然后组装后，是，然后再送到大家的面前，是，对，看起来就会就是很漂亮又很好吃。可以讲一下，就是当初的灵感是什么之类的吗？对，因为其实低蛋仔的话，像在夜市或是在哪里，大家都会。这是一个小吃，大家去夜市的时候都会想吃，对，但是比较少在餐厅出现，对，那如果在餐厅出现的话，它要再升级的话，就变成说，是，我们需要再多加一些组装，是，那刚好现在最近的，就是小网美们，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对，大家都很喜欢拍照，对，我们大网美，也可以，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拍照，对，那尤其是甜点，因为甜点对女生来讲其实蛮重要的，是，对，那如果做的好看的话，然后女生又更喜欢拍照，然后拿在她旁边拍。就是人美甜点也美。哎呦，他终于讲对，他终于讲对一句话。有对，超级无敌紧张。我们现在正看到的是旁边，对，周老板旁边这位美女在帮大家制作。他刚做了什么？哦，我刚刚现在在挖了冰淇淋，然后现在在做摆盘。哇，对，水果也，女生真的很喜欢水果，真的。因为怕热量太高的话，因为女生有时候可能三餐都是在外面吃，是会比较少吃到水果。是，对，所以这个热量是热量，它其实。是要吃甜点就不要怕热量，也是啊。哎，刚刚不是这样蕊的哦，你刚跟我说热量零哎，你们是热量零？我这样说吗？少女，我这样说吃空气吗？我所谓热量零，真的超妙的。哎，可是这样摆好美哦。对啊，少女心喷发，我可以拍一张。天哪，又太过分了啦！天哪 ，Oh my god， 这个太过分了，这
主要的话就是摆盘出去之后，那个滴蛋仔，没见过，谁会在边上摆盘？番茄酱还是创意创意饼饼啊？这是什么？那个是草莓酱，对，太过分了。草莓酱的话，口感会有点酸酸的，那搭配冰淇淋，甜甜的口感，对，就不会太腻。对，怎么办？才第一道我们就少女心喷出来，不行，太香，我想拍照，对，我蛮想拍照，对不对？等下可以拍吗？可以。所以这一道是这个是鲜果冰淇淋滴蛋仔，所以这一套是要寄给我的吗？可以啊，可以啊。哦，好好哦，也太好了吧！主持人都可以直接吃，不好意思，我都不行。等一下，我要先这样子，我要先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哎，这样对吗？他刚刚说什么？他刚刚说，人美甜点也美。对，好，这样哎，都美，这样子就可以。你知道我们那个网美们啊，就很喜欢这样子。对，然后就很喜欢自拍。对，没错，花的感觉有没有？好，我先给大家拍照。哎，可以吗？但是我要先吃，就是单拍它。我们现在只能拍照，我们现在只能拍，所以我们只能单拍它，对不对？相机先吃，好，要拍美，要拍美。快点，我要吃了。抓角度。好，这样看起来好漂亮哦！来，我们先请老板们再做下一个。来，一二，好，哎，这样看起来超美的，超美的。好，我要吃了。我们老板正在做第二个，我这请问这怎么下手啊？这是要直接大口吃吗？还是要挖？这要怎么下手的感觉？这要怎么下手？就是可以直接挖一点点冰淇淋，然后拔上面一颗，然后直接进嘴巴吃。天哪，我觉得这是考验我吃功的这个。你就大口挖下去，我必须要在这里。第一蛋仔。是你取的名字吗？对，就是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想啊，对，因为想说如果取鸡蛋仔的话，就是好像跟有点太对，有点对，所以就对鸡蛋仔是蛮可爱的啊，鸡蛋仔，因为冰淇淋会滴。天哪，刚刚我看到那鸡蛋仔，那一坨奶油，嗯，什么感觉？初恋吗？我们也想要酸酸甜甜。我们也想吃，这姿势不太好。我还没有吃到鸡蛋仔，因为我先吃那个草莓，他想先吃水果，草莓冰淇淋，然后它是要这样子吗？我可以这样把它剥开，一口鸡蛋仔，一口冰淇淋，这样，对对对对，超好吃，就是要这样吃，一口，哦，好好哦。我恋爱了，有没有看到都是粉红色的泡泡？有看到了。我们要吃，好了，我们想吃。我跟你们说，这个很厉害哦。这个很厉害在哪里？是因为呢，他们刚刚这个是草莓口味，对不对？对，这是草莓冰淇淋口味。然后，它这个鸡蛋仔是原味的。对。但你们现在正在制作是？制作的是巧克力口味。对，巧克力口味的鸡蛋仔。巧克力。是不是有很多口味？但是你们要怎么能够吃到呢？我们还有出题目要考大家。好啊，我想吃，想吃。所以想吃哈，就是并不是这么 easy 的。请问我们的题目在哪？题目在哪里？鸡都是怎么生蛋？等一下，是 A B C 而已吗？生蛋。对，请问鸡都是怎么生蛋 ？A. 鸡一天可以连续下十颗蛋。B. 鸡不受精就不能生蛋。C. 鸡一天生下一颗蛋，分很多天生。很多天生是什么？很多天生是什么意思？鸡一天生下一颗蛋？你看，我就说这个问题。鸡一天生下一颗蛋，然后分很多天生。对，哎，网友们，赶快一起来答题。是哪个啊？鸡都怎么生蛋？我不知道啊，鸡都吃不到。对啊，会不会是 B 啊？B 下好离手哦 ，A A 啊，好难哦。鸡都怎么生蛋哦？都怎么生蛋？对，好了，你们要选的是正确的答案，不是选你们要选的是正确的答案。我选他选错，我选 A。他可以下十颗蛋吗？会不会太多？最后三秒哦。你该不会在提示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是答对的吧？会不会是 C？ 如果 C， 我的眼睛下好离手，真的没有，真的确定喽？真的 A 啊！恭喜，请大家。吃空气是不是？可不可以揭晓一下答案？真的假的？什么意思？什么？很多天鸡通常一天可以生一颗蛋，它分很多天生，而且不受精也可以生。对，什么是分很多天生？你看，我就说吧，这个问题很有争议。因为我真的不懂什么叫分很多天生，但是 B 一定是错的。就是它每天都可以生，一天生一天生一颗，它分很多分很多天，它生。对啊，那你要一个逗点呢？句逗逗点。你这样不行啊！是你们出错，不管这真题三个人都要吃生。不是鸡蛋，好了，一口啦，不然吃个鸡蛋仔也可以，对，一颗鸡蛋仔。
得很香，真的很香。乖好乖好，你不然猜拳，人一个人吃是不是？猜拳猜拳猜拳，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你说什么？啊新手日没错的。对，我要来吃喽，我要吃喽。好，那我们下一道的那个就是，好香哦，好香的，巧克力口味的，那个味道很香，这边都闻得到，它是刚出炉香的。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巧克力口味，那鸡蛋仔，香蕉巧克力，太厉害了，香蕉巧克力。那里面是装什么？这个的话就是配巧克力冰淇淋，那新鲜水果的话是配香蕉。哦，哇，太开心了！好好真的是比基尼的 slack 哎，对啊，新手日啊，结果后面都猜错这样。对，你第一题太嚣张了，只让你一次哦，让你只有这次机会，给你一次。我先吃。好的，所以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网友们跟着我们一起少女心大爆发，有，或者是已经赶快拉着男友说我要去吃什么什么什么冰之类的，好不好？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少女心爆发，现在有人爆发了，有没有人爆发？大家赶快分享一下，对，赶快分享一下，有没有人爆发？有没有人爆发？有没有人爆发？巧克力，看我看不到，爆发一下，拜托。有吗？因为不受精。B 不对，哎，有人帮你回答了。真的，因为 B 是真的是我不会再选择内，所以我就想说 A 还是 C 这样。但因为我觉得 C 的答案怪怪，因为觉得 C 很奇怪，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分很多天生，天生什么？我们以后出题的时候出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陷阱，陷阱，对。哎，大家都说想吃，想吃，大家都是想吃，想吃。好，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很多很漂亮的角度，可以就是多多拍照，然后上传一下。好，太棒了，我等一下拍照。老板现在在干嘛？哦呦，现在的话在做第二个的摆盘，香蕉巧克力地蛋仔的，它是巧克力冰淇淋，然后配巧克力饼皮，对，然后再配新鲜香蕉片。太过分了，有鲜奶油吗？它上面有一点点鲜奶油，哦，这太棒了。所以是心姐，等一下可以吃。你喜欢鲜奶油？我喜欢鲜奶油，哦，真的。鲜奶油加什么都很好吃。主要鲜奶油如果吃太多会不会很腻？一罐都给你。应该是不会，因为它那个它有别的东西，蛋皮，外壳，外壳蛋蛋皮，外壳外壳那个皮，蛋皮什么蛋皮？他说那个鸡蛋仔，它是蛋皮。你喜欢吃那个酥脆的那个，很喜欢那个酥脆的那个口感，这样子。这摆盘也是特别就是研究过的吗？对，因为这个鲜果的话就是会很吸引大家，那这个的话当然也不可以逊色太多，所以搭配香蕉的话，因为香蕉颜色又比较亮，然后又很漂亮。奶油来了，奶油，他说要多一点是不是？嗯，给他多，他喜欢吃，我喜欢鲜奶油，还可以客制化这样，太棒了，太棒了。哇，这奶油很恐怖哎，酱油，巧克力酱油。巧克力上面再淋上巧克力酱，还是酱油了 ？Oh my god！ 好想吃啊！你们那个是国外来的，看巧克力酱真的蛮好吃的，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自己研发的，就是然后上面摆盘再加一个脆皮酥，巧克力用料像比较多哎，真的，好想吃哦，好饿哦。对啊，刚才没吃便当，我没有吃晚餐，就是要为了吃冰。哎，现做好香哦。对，而且它就是热的，然后又加冰的。哎，它真的有在滴的，镜头拍一下好不好？你看它旁边有在滴。哇，好可爱哦！赶快拍照，各位，赶快截图。好可爱的巧克力。好啦，那我们这一个香蕉巧克力冰淇淋鸡蛋仔就要由心姐一个人独享了，是不是？我们请这个帅帅的老板送到你的桌前，送到你面前，来麻烦一下。有那個通常你们在餐厅上餐的时候，好，来小心小心，哇，请，哎呦，你一个人吃就太大只了啦，对啊，对啊，其实一起叫小只，为什么要吃这么大隻？所以我可以，他是超瘦的，可以，请用，嗯，讲一下你的口感，讲一下你的口感，没有，我只是很想先吃它的。好，我们这边呢先谢谢两位老板，好吗？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厉害的甜点，这个可能要先放着，因为我要吃。我也要吃，我也要吃。好好好好好，这个我们先第一蛋仔这边好了。好啦，不要说我没有，就是对你们不好哈。可以吃吗？好不好？真的吗？可以吗？来，我们既然第一题的争题目很有争议，好不好？哦，姐姐好好，来，心姐讲一下你的这个巧克力的如何？哎，其实它加那个巧克力酱有点甜，可是它就是你我，因为我是鸡蛋低蛋仔的皮加水果再加冰淇淋，它吃起来就是因为香蕉就综合掉那个甜味，哎呦，所以就整个口感超棒的，爆发了吗？
早吃，而且你刚拍照了吗？我没拍照，你没拍照，你就直接带手机了。截图，对，他们有截图，对，截图，网络上截图。这很好吃哎、哦，现烤的真的超好吃的，而且它就是烫的跟冰的结合在一起，那个口感真的。再加鲜奶油真的是超赞，再加上鲜奶油超赞，对，好吃。哎，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它把那个鸡蛋仔的那个就是皮会烤得脆脆的，然后你咬进去的时候，你会先咬它脆脆的，然后冰淇淋吃在嘴巴，它是瞬间融化那一种，哎，就是很像把你的心给融化那种感觉，真的有恋爱的感觉，有吗？有吗？那个草莓的口味非常，而且我觉得它一定要一口冰淇淋，然后一口鸡蛋仔配起来吃才比较好吃，超好吃，要这样，要这样，不可以单吃它，对，单吃就没意义，比较是要配着一起吃。所以它的水果都是算很新鲜的，对。好，你们慢慢享用哈。我们来先看一下下一道是什么，雪花冰大走宠物风。什么叫做雪花冰大走宠物风呢？我们要来欢迎的是三位很漂亮的老板娘哎，可以这样。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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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是姐妹吗？都长得很像哎，是双胞是。哦，看不出来，都是感觉都是一样，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呦，拍谁？来来来，你们的麦克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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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板娘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做雪花冰跟宠物风为什么会有关系啊？其实我们的概念是来自于，因为我们本身很喜欢狗，我们自己本身有养四只狗，四只，对，我们四只约克夏，哦，对。真的，那我们既然做冰的话，那我们希望我们做出好吃的冰以外呢，还希望疗愈，吸金疗愈，让大家觉得很可爱，会喜欢上我们的冰品。哦，对，好棒哦。OK， 所以你们是基本上就是因为喜欢宠物，然后有了这个发想这样子。对，没错，没错。对，请老板娘们来现在帮我们制作这一道，这是雪花冰嘛？要介绍说有什么。要，麻烦你了。边做边讲好不好 ？OK， 好，好 ，OK。我们这一道东西它是特制来自于特别来自于日本 ，OK 的糖米果，日本来的。对，这个是日本来的糖米果。是。可是传说这个东西你吃了以后会得到幸福。真的假的？对，没错，没错，幸福的米果是这个吗？我们是特别找出来的，对。还特别早呀，吃了可以得到幸福哎，吃了可以得到幸福。而且它低糖，没有负担，低糖没有负担，哎呦，吃不胖，太厉害了。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芒果口味，芒果口味的雪花冰吗？芒果口味的雪花冰 ，OK。那其实我们店里是有提供两种，所以现在正在弄的是芒果，那个是冰砖吗？对，冰砖，它是芒果冰砖。其实它里面，我们里面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冰非常的多元化。对，它除了吃冰以外，我们还有水果，还有奶酪，还有寒天。那其实里面的东西，水果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啦。对。那你的寒天跟奶酪都是我们做的。是。所以说，健康，所以说这个冰砖它里面就有芒果，然后奶酪、寒天，全部就是做全部 mix 在一起，好吃哦。那你们的芒果是有特别去挑的吗？当然我们有特别挑过，对，是用哪边的芒果？哪边的芒果？玉井。了解，然后奶酪的部分也是有特别，对，奶酪的部分是自己做的，对，我们自己做的，对，很贤惠。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吃的安心健康，对，健康，对，完全就是烘焙就对了。对，那这一块呢？这一块的话是这一块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什么？这一块是这一块我们制作的冰砖，用芒果做冰砖。对，我们这个冰砖的话是我们用芒果。打成汁制成的冰砖，对，不是一般的冰块，所以这个跟刚那个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我们现在做出来就要多层次感。你现在吃的就是有冰砖，一般串冰的，感觉，还有自制的，对，自制的，还有那个雪花冰，不同的感觉，雪花冰，对，是有三种融合在里面，对对对对对，混合在一起。OK， 了解，好特别哦。对。所以你们就是光研发这个也研发很久吗？一段时间，对，了解，所以主要的口味就是我们有芒果，对，有两种草莓，因为我们现在照片好可爱，有，对，给大家
是这样，对。超可爱的，这就是女生 IG 上面会 po 的，超可爱的，对，超可爱的，这个我看到就一定会去吃，对，给你们传阅一下，超可爱耶，而且它就是有那个宠物的，可爱耶，而它不只有草莓，它还有其他的是抹茶吗？哦，那个是另外我们店里的冰品，哦，只是因为时间短暂，我们没办法一一做介绍，先做比较可爱的，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提供的是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东西，是芒果的部分。所以现在是在做摆盘了吗？它刚刚上面淋的这个是我们自制的淋酱，哇，也是芒果口味吗？对，也是。哇，我们的东西能够自己来的，我们尽量自己来。是是是，对，然后当然是把糖降到最低。嗯哼，好吃那个米果。上面摆那个好可爱，看起来就很幸福。这个就是少女心会喜欢的冰品，夏天配色，对。超会的，他们抓住那个少女的心。你们有在算说，就是每一盘大概要摆几颗？20来颗，很多哎。所以那是糖果吗？那个糖米果，糖米果，对，就口蹄花，真的假的？好想吃看看那个口感哦，真的假？它颜色也超，光颜色就很梦幻，对，太厉害了，长相也蛮梦幻。所以我们这一道也是有要考大家，对不对？也有光答对，没以为来吃这么简单，我以为就是一个，然后让我们三个人分，这样很不放过我们呢。没有，都是我要吃。看出我们好像就是不太聪明的感觉。来来来，很不放过我们。所以上面只放糖米果嘛？哎，他还后面还有用那个碎饼，就是剩下的他还去补哎，因为这样就不会浪费。对对，就整个烹排。还有，而且这个冰真的是用心制作哎。就是你要自己用手，然后去粘上面的东西。我们的冰都很费工，很费工，对。那是上面的毛巾吗？这个话是荔枝的雪落，荔枝雪落，对，荔枝雪落，对。雪落，哎，你好，夏天，好可爱哦！荔枝雪落也是特别做的，好可爱哦，很用心。因为他要哦，你要做那个宠物的那个样子，他的鼻子，对，好可爱。天哪，你们真的很用心呢！那他的耳朵会是什么呢？马上就呈现了。哦，对。那有打算研发别的就是图案之类的吗？我们勇于挑战，会慢慢的研发出来。对，厉害厉害。其实我们开店八个月来，我们已经研发了很多很多东西出来了。对，好可爱哦！你看好多，好可爱哦，草莓的耳朵。天哪，这个好可爱。这个一定要跟宠物一起拍更有画面，对不对？三位家有养宠物？有有都有养哇，所以这是狗吗？对，熊吧，哦狗吧，狗狗啦，是狗狗。误会，抱歉，没关系，误会场，没有，因为还没有。那可以拍它吗？快好了吗？快好了吗？快好了，快好了。还是要先出题目给我们？太厉害，先转过来，我们先抢答一下，我们先转过来给摄影机拍一下。好可爱哦，它光侧面就好有 feel 了。天啊，好吃！我就是会愿意花钱买这个东西，就算吃不完。好，这个阿福柔雪雪花冰，对不对？好哇，这边，阿福柔，这里，好可爱哦！好，要怎么样才能吃到呢？我们来先看看我们的题目有多么的刁钻。以下哪个不是适合给狗吃的消暑圣品 ？A. 西瓜是天然的消暑水果，很适合狗。B 无糖的绿豆汤好吃又健康。C 人类的食物都不好，只能喝加了一点冰块的水。以下哪个不是适合哦？不是适合给狗吃的。我选好了。不是适合给狗吃的。我选好了。为什么有人 C 跟 B？ 欣姐你在干嘛？我 B。哎，会不会是 A 啊？哎，我是我们 B C A。以下哪个不是适合哦？不是适合哦。哦，不是适合。哎，你干嘛？出题目有问题，哪招 ？A 应该不行吧？不是适合哦，狗不是 C， 不适合哦，各位。好，我选了，我刚刚看错。我选的是绿豆汤。下好离手，也不下好离手，下好离手。答案好，公布答案是 A。好，为什么？你看吧，我家有养狗。西瓜是西瓜不能，西瓜有籽，西瓜怎么能给狗吃？绿豆感觉也不合理，这是无糖的绿豆汤啊，无糖哎。可是绿豆，糖就是我本身不喜欢绿豆汤啊。他刚有说糖啊，我要耶，我要来拍照，恭喜
这个Link Card。来来来，我以为我今天可以请送到我面前。哇，好可爱哦！等一下，等一下，它这边还有两个。它龙角摆盘，赶快！这个的话是真的很日本风哎，无糖的炼乳，无糖炼乳。然后这个是芒果淋酱，芒果淋酱。我们无糖炼乳会找出来，像坊间的炼乳都是有糖的，可是我们特意找出来就是无糖炼乳，只是提升它的香气。因为雪花冰本身就很甜很甜了，对，你这样才吃得下去。哇哇哇！哇哇哇！让我来为你服务一下。这我真的很棒，吃的我很喜欢吃芒果冰，所以我可以先拍。而且现在夏天就是要吃芒果，太可爱了吧？对，超可爱哎！来来 ，Linda， 赶快。那我要先吃最幸福的幸福果汁。好，我们先请老板做下一道，还有下一道，各位。来来来，还有下一道是不是？太好了，太好了，小爱还有机会。它真的是 QQ 的还是脆脆的？它就是一口，然后就融化了。真的假的？这个东西很神奇，有点神奇。所以它是什么？米果，米果，米果。对啊，很酷哎！我要给谁看？有人想看？而且它是不是可以加？就是自由调配。我要出动我的调和。它是炼乳吗？你淋淋上去，它就融化了。那我要淋吗？可以啊！快快快！好，那我淋喽。啊！怎么样？它旁边还有芒果的那个酱寿司，你可以吃。哇！对，哎，我只能说这一道赢了上一道，哎，对不起，没有我个人口感，个人口感问题啊，不要生气啊，我个人口感问题，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清爽，太层次感，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寒天的味道，真的非常的清爽。然后呢，如果你不喜欢吃那种很腻的话，其实女生真的。我要攻击他的鼻子了。你请，不好意思，让我。老板，你说鼻子是什么？荔枝雪酪。荔枝雪酪。荔枝哦。对，荔枝。好，吃看。哎，真的耶！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就是很 MIT， 就是很台湾的那种。好甜哦。我一点都不台湾，我觉得台湾的那种。天哪！我吃完这个就。哎，我觉得这个外国人会很爱哦。我觉得超棒的。对。对，它又可爱。对。我们就是花钱。没错，买这种东西，然后一个人吃不完也没关系。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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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乖哈，等一下还有机会吗？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哎呦，这边换成了粉红色的，真的好可爱，它是整颗哈密瓜，而且下面这个就是哈密瓜，哈密瓜跟西瓜的混合。哦，这是西瓜的，那不是草莓花冰哦。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是哈密瓜，这个地方是西瓜。是。那因为有我们是针对有，因为这个是夏季的水果，是吃的可以消暑。可是有的人不喜欢吃水果，可是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的话，他们就会想去吃了。可能是因为那形状的关系。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圆圆的。所以这个粉红色，你刚刚讲是说西瓜跟哦没有，这个粉红色的话是草莓雪花冰。草莓雪花冰哎，各位三位已经让我玩起来哎，那块粉红色是草莓雪花冰哎，真的，我觉得好可爱哦，而且好香，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对，所以这个也是狗吗？这个就不是了，这是另外一种。所以刚刚那个芒果那个是等于是主打的这个宠物的样子，是不是？造型限定，对对对。的话，我要给你们看是这个样子。好，来，我帮你拿麦克风。你就是把它挖成一个球，像在挖冰淇淋一样，没错，没错。这每个制作都好耗时间，对，真的很用心哎。对啊，只是我们要强调就是来我们店里吃东西一定要等，因为都很费工，是，对，就是这样子。哇，好可爱！而且它现在开始在它的周围塞上了，对，一定要一颗一颗的这个，因为一定要花时间等，是，对，真的就是现做，而且就是纯天然的。好可，所以大家吃起来比较安心，对啊，负担。光在制作过程就秒杀所有人的底片，对啊，对不对？哎，怎么那一盘已经传到偷吃了，是不是？没有，我们要传下去。没有，我们是要送出去啦，我们要迎接下一道，好好，迎接下一道现实的三五位送出去。所以这个刚刚是草莓哇，所以草莓的那个雪花冰里面也是一样加了炼乳跟寒天在里面吗？里面的话是有芒果。芒果跟寒天，哇，哎，他们每一个雪花冰砖都自己去弄，很厉害。雪花冰砖，
这个雪花冰就不是我们做的，只是里面的配料就不是单单，因为一般外面的话雪花冰就是吃雪花冰，它里面不会给你那么多的配料，是是是，对对对对，就比较单调，然后你们是比较丰盛，对，还有白。好的，我们继续出题咯，好不好？题目到底谁能吃到呢？快点来吧，来看一下以下哪一个是哈密瓜命名的由来 ？A. 新疆哈密市是哈密瓜的盛产地。B 由哈密回王进贡而得名 ，C 外来种水果哈密 melon 易名而来。哎，所以我们是一二三，然后举吗？还是直接举？猜一下。哎，我觉得这个好绕口哦，有点难。我们是一二三，但其实每题都很难，都是在考验我的知识的，好不好？好不好？来哦，下好离手哈。好，以下哪一个哦？哪一个是哦？哪一个是哦？好，好 ，Which one is the true？OK，、okay. 好来，一二三 ，A A A， 我一定要吃到这次，一定要吃到 ，C 是不是？你们真的很下好离手，公布正解，答案是 B。我运气太差了，我在看你智商很低的感觉。哎，我生气了，我真的生气了，我今天到现在一道都还没吃到。以前不是有蕊脚本吗？你们怎么都没有认真在看？题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题目是什么。脚本里面有啊，这是真的。哦，对，我们没有。你们不能考一些简单一点的吗？我们要谁是要看笨笨的感觉？清朝康熙啊，又笨又爱吃。I'm so sorry。好生气，这个我超想吃的。哎，我真的觉得今天怎么来，我们来宾怎么？自己出钱买好不好？给我答案是答案是 B， 没有人要知道为什么吗？对，为什么？为什么吗？看一下嘛，好不好？清朝康熙年间，我们来教大家历史。哈密鄯善王将甜瓜送给了哈密回王，善善然后哈密回王呢又把这个瓜送给了康熙。康熙想要知道这个瓜到底叫什么名字，可是因为人家也不知道，所以索性就把它取名叫做哈密瓜。好啦，好不好？增加一点历史知识。我不想知道哈密瓜从来，我只想吃那个冰哈密瓜。好了。他快要完成了，我们好像真的是不太聪明的感觉。对啊，哇，现在在摆的是什么？寒天冻吗？寒天冻，果冻。对，寒天冻也是你们自己制作的，没错，没错，零热量，零热量。我们能够自己做的尽量是，很用心哎。哇塞，那这一盘是半颗哈密瓜做成的冰，那是要给谁吃啊？我可以给你们先拍照，然后我吃啊，你这样对吗？还以为是可以，哇，那个真的答对，我也没办法，这是芒果雪酪，哇，好可爱哦，哇，好可爱，做成一个宝的感觉，好像一个兔子，对，像兔子，是因为我们运送雪花冰的关系，它有很低的温度，是是是，对，融了，对对，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拍照，不吃它的可爱，哇，好可爱哦。这道叫什么？哈味，哈味，有一种哈味，哈味，有一种哈味。哎，你们很潮流哎，很时尚，好久了，太可爱了，我的妈呀！主持人拿手机起来拍照会不会被骂？所以他只是要拿给我拍照，然后他就自己吃掉。对对对，不好意思哦，炫耀这样，好不好？为什么？我可以供给大家拍照，为什么呢？我而且它很重，很重，对啊，真材实料，还有半个哈密瓜哎。妈，我这边就是给我吃，没有没有，我只是来给你们拍照，奶酪哎，对，可以给你们欣赏一下，奇怪，好可爱，太厉害了，好不好？你们先拍照哦，我们这边谢谢三位美女老板，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会找时间去你们店在哪里？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哇，天母，天母，好好好，我会去，我会去，好不好？离你算近，今天没吃到，明天就去，明天就去，明天就去逛逛，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啦，主持人要大放送了啦，我怎么办？好好，好，你赶快吃，快点，我先吃，我先吃，好不好？我先吃。好，我们就看着你吃啊。对啊，我们就看呢。我要哇，这个它是草莓雪花冰，真的吃得下去？然后配这个寒天冻，我没有在听他们讲什么。草莓雪花冰配寒天冻。这样热量也不会太高，对啊，而且这个也是好羡慕哦，好吃吗？好吃吗？怎么样？健康吗？这真的很好吃哎，而且那个很好吃，真的是低卡，而且非常非常的清爽，好吃，真的。好了好了，你们吃啊，吃吃吃吧。我今天真的大放送哎，怎么会这样？他刚刚说白色是什么啊？奶酪，奶酪，奶酪。哎，它这个冰真的好美哦，粉红色的那个雪花冰哎。超漂亮的，再来一口，再来一口，真的。然后它这个西瓜的那个好健康的感觉，奶酪很棒哎，奶酪，嗯，
它的那个冰的味道超香的，很浓郁，就是满满的那种水果的味道，好香哦。好哦，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我要吃，还有，我还要看看我这边有多么厉害，好不好？吉拿棒吗？我跟你们说，这家很有名，这家我之前吃过，这家很厉害，它叫做吉拿泡芙。然后呢，它有草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巧克力，还有香草三种口味，很厉害哦。而且它还配这个就是冰沙。所以呢，待会要吃的人是这样一套的，哇，没错，我要吃，那就我们一人一套就好了、啊，没有这么简单，好不好？我们还是，等一下就你那个时候一直拒绝我，这个是、啊、这个是吉拿泡芙，然后呢，哦、这个是水果缤纷冰沙，吉拿泡芙好吃哦，它还有葡萄莱姆，超厉害的。好了，赶快出题，赶快出题，来来来，今天东西才太多，看到答案没？答错，以下哪一个不是吉？吉拿答案，有人看到答案了，我算是蛮诚实。OK， 下列何者是冰？这太简单了吧？这送分题，我猜英文哎，完蛋了，这送分题吧？对你简单，哎，这很。以下哪一个是冰沙的英文 ？Ice sand, Slurpee 跟 Smoothie， 这个太 easy 了，各位数到三举牌。好，来，我好像有看过这个。一二三 ，CCA。好，什么 ？C 应该是 C。公布公布公布，公布正解。Ice。公布正解。冰的英文不是 ice 吗？不是，是 smoothie。你不要以为冰块，快你先给我，你先给我解答一下。冰沙，还有 ice 沙。小爱，你终于可以了。耶！谁跟你说冰块、冰沙就是怎么 ice 什么的？就是 ice， 然后沙啊沙。不是，答案是 smoothie。恭喜小爱跟新叶。耶！你们选一个口味，小爱，你要什么口味？你要什么口味？它的吉拿棒有巧克力、香草跟草莓。我要香草，我要香草，你去旁边，巧克力，我要香草，我想吃啊！太棒了！那冰沙嘞？冰沙的部分，冰沙是有那个冰沙，我每次可以拿吗？冰沙有，它是一套的啊，所以它是也是它这是有飓风葡萄哦，这个飓风葡萄，然后这个是莱姆好像，那莱姆另外一个是什么？芒果吗？我看一下，先试个。另外一个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鲜橙之类的吗？好好好，鲜橙，鲜橙是什么？柳橙之类的。而且我真的发现，从头到尾你们两个答案，我们刚刚是，我们刚刚的答案是那个冰沙的英文是什么？对不对？冰沙的英文是 smoothie， 对，第一个 ice sand 呢，就是它只是两个英文字合在一起，所以没有任何的意义，好吗？骗人啊！要学好英文，揍他。然后斯乐冰是叫做 slurpee， 没有，这没有个字啦，对。然后冰沙叫 smoothie， 好不好？每日英文一小字教学哦。好烦。Linda， 下次就。我英文真的很不好，下次可以不要英文吗？不可以。呢也可以啊。冰沙是 burst。好了，来小爱来告诉大家，你觉得？你先吃啊，因为我刚刚吸不起来那个。这个是香草口味的，香草口味的吉拿棒，对不对？就是看电影很适合吃这种，哎，对，看电影很适合跟男朋友，它很香，好好吃哦。你知道它那个外皮就有点小小脆脆，然后上面裹很多，哎，是砂糖粉，砂糖，肉桂粉，然后肉桂粉超香的，然后你一想咬下去啊，它里面的会爆浆，对，你看，哦，就我闻一口，你看，哇，你看它里面的馅，香草很香哎，而且这种很适合你，就是可以边走边拿着吃这样，然后一杯饮料，然后一个这个吉拿棒，一口吉拿棒，一口冰沙，热量的感觉，哎呦，开心哦。那冰沙好吃吗？等一下，因为冰沙我刚刚吸不起来，刚刚吸了，我刚喝过它冰沙怎么样？它冰沙不是那种很甜的冰沙，因为它看起来应该是很甜，我刚刚喝它是。因为我喝的是飓风葡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小水果，哎，蓝莓之类的，莓类之类的，还蛮好吃，就是口感除了冰沙之外，你可以咬得到果肉，哦，感觉好健康。它这冰沙很清爽，哎，它里面这个是有点凤梨酱，有点微酸微酸的，然后你再配上你旁边这个就是，哎呦，好像插太甜加酸，对，旁边这个甜甜的这个吉拿棒，然后一口这个，然后一口这个，刚好综合掉那种你会腻的那种感觉，对，好好，很适合边走边吃一口冰沙一个吉拿棒，完全不会胖哦，好好吃。我终于吃到了，我现在真的很开心。好，记得哦 ，smoothie 是冰沙英文，记得哦，记得啦。不要再爱，再来一次 smoothie， 麦哥爱 smoothie， 对 ，smoothie， smoothie。我
何俊贤十遍，何俊贤十遍了。下一个，下一个，快点，下一道还有机会，好不好？哇，这一道是什么来的？哇，这个，这个好夏天哦，真的是很南洋风哎。哇，这是什么？这光摆盘就南洋风，太好吃，宜宾料理。欢迎两位，你好，你好，又来了帅哥美女的组合，你好，你好，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其实是从那个泰国去学回来的一种，椰子冰淇淋。Oh. 我们是用整颗椰子下去制作。这是泰国当地的，对，算是当地的名产很有名的甜点吗？这一道算是我们研发，我们用椰子冰淇淋的方式去做， oh. 跟蜜糖吐司做一个连接。哦、oh, ，蜜糖吐司哎。烧鱼的爱。对，它现在，所以你现在是在把它。这是蜜糖吐司吗？哦、oh, ，对，然后我们烤完都沾那个。Okay, 对，那我们的用料就是用泰国很流行的像炼乳，然后还有泰国比较有名的可可粉，对，去做搭配。什么粉？可可粉。对，那它的甜度其实都没有很甜，是。对，连我们冰淇淋也是，其实我们冰淇淋在做的时候是没有加香精、色素添加剂。那我们的冰淇淋吃起来很清爽，是，对，那我们就是用冰淇淋搭配我们的吐司，对啊，好南洋风，也是可爱，好可爱哦。所以那个椰子的部分是直接喝吗？椰子是其实泰国他们传统的泰式椰子冰淇淋就是把椰子壳剥一半，然后把那个冰淇淋放在里面，哦，第一次看到，椰子肉挖起来，你的鲜奶油，最爱鲜奶油，那椰子肉挖起来之后放在。放在底下。哦，放在底下，然后你就搭着那个一起吃冰淇淋，然后再加上泰式的比较特色的像他们的水果，是，对，像菠萝蜜、亚达子，或者是那个像吃椰子冰淇淋、红毛丹那一些，对，我都要。好，我们一样有这个题目要考大家，好不好？又来了，又来了，不好意思，要英文的吗？他有两，他今天带来两道，对不对？还有第二道，两道。这个第一道是叫做这个。经典椰子冰椰什么椰奶什么椰奶糖吐司对不对？对，冰蜜糖吐司，椰蜜糖吐司，对，好厉害哦。好哦，所以它这样子就完成了，是不是？我们是要最后会淋上我们的巧克力酱跟我们的那个炼乳酱。哇，对对对，今天就是还有 Oreo 是不是？对，就是 Oreo 零热量零。你们刚刚现在目前答题都吃到对不对？对啊，终于吃到了一道，终于新手运有两道。哎呀，新手运目前累积两题，很好很好，好。好，旁边再放上这个是这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那个椰子冰淇淋。椰子冰淇淋，我们是用整颗椰子下去椰肉，然后做成椰奶，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加它的那个像鲜加一些鲜奶油，然后自己手做的冰淇淋。哇，对对对，也是热量很高，但是感觉这很丰盛的这一道，真的。我们冰淇淋真的吃起来会很清爽，零然后到慢慢，这很适合在海边有没有？听着海浪声，对，摄影师在摇头的意思是好肥啊。刚刚说了，今天你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没有热量，热量这道完成了，哇，好美哦！拍照拍照，先拍一下，先拍一下，而且它上面好贴心，它还写，它还写 ET News， 你看一看，太可爱了，它还有写 ET News， 对，上面是你们的那个吗？上面还有写字，好贴心，好贴心，所以可以刻字化，对不对？好贴心，生日快乐，这样贴心贴心贴心，好，我们先要猜这个嘛，对不对？先猜这一道，来哦。请问蜜糖吐司刚发明的时候是发明给谁吃的呢？会不会是？会不会是我？猜猜看咯，好烦哦！一在法国开甜点的老板娘，猜猜看，二在日本夜店上班的女孩们 ，C 在美国上幼稚园的小朋友们。好，选好了，选好了，没有？网友们记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猜，好不好？选好了，选来哦！一二三，请举牌。A C B， 哎呦，我们就是要分散，这样至少一个人可以吃得到，可以独享，独享。对，来公布正解，答案是 B。为什么？哇塞，你新手运啊你！哇，太厉害了！原因是呢，就是在80年代的日本，那时候日本有很多夜店，豪华的夜店，然后这些日本在这里面上班的这些小姐们需要维持热量，所以就发明了这一道甜点，让这些女孩们可以维持她们的你知道很嗨啊，可以陪客人这样子。太棒了！哎呦，你是不是有去日本涉略过？要陪客人？没有，是因为我去台湾，台湾蜜糖吐司店的那个装潢，我觉得很日系，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就是很我是有逻辑性的答案，有逻辑的，乱说的，聪明聪明。好了，那我们就把刚刚那一道蜜糖吐司就送给。好可爱，新手运动，你可以拍照，来阳光，来阳光 ，Go Go Brother。我们只能拍照，不然借你们拍，先借你们拍好了。啊、Go Go Brother 是 Go Go Brother 是店名，对不对？ Coco Brother 哦 ，Coco Brother， 因为 Coco 是那个椰子的椰奶的英文 coconut。好可爱哦！好的，我们请老板们先来做下一道。好，因为下一道。然后那个对他先吃，你先吃那个椰子冰，因为刚刚我想说这感觉很特别，是他们自己做的。嗯，这个要放在头上。带朵花、哦，他先吃到后面，就是他回甘才跑出那个椰子的味道出来，所以刚开始吃你会觉得哎、欸、没什么味道，可是后面就有回甘椰子味，那我再吃这个蜜，是不是要整个对啊，整个沾着把它放在上面一起吃，感觉好像蜜糖，对，就是要这样子，沾奶油，让他吃，不好意思，我用手，让他吃完这一口，哦，他一口吃，好过分，那嘴巴好像也蛮大。而且他们上面的粉感觉很棒哎、啊！你干嘛呢？然后吐司怎么样？它的吐司好酥哦！哎呦，因为我刚刚讲它淋酱什么的，应该是烂烂的，但它吃进去很脆，真的超脆的。天哪、啊！好，你继续享用好不好？我们这边两位没有吃到了，看一下老板、哦、还有机会。老板现在要破椰子了，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现在要破椰子了，你要那个我也想吃。好，来，不要火到我，真的好可怕哦！这个我超想吃的，这一道是椰子冰哦，啊，哇塞，这个也要特别练，但老板这样敲感觉好帅啊，对啊，好帅，我觉得很帅，而且他的发油也用很多，他发油用很多，头发，而且是在家有练过，哇，哎，这也是你们专门去泰国吃那果肉，哇，果肉超，这个用力的这个。精髓在哪里？可以教我们一下吗？其实你要在四楼生鱼片的，要在同一条线上，然后去。对，如果你国外的话，有时候它那个线要量化它。哦，所以要在同一个线上面这样子了解。我们的麦克风又不见了，来来，我帮你拿，快很准，这样好不好？我帮你服务，来来来，你可以继续讲。对对对。他刚刚有，刚刚老板有教啊，如果家里要买椰子的话，就要顺着那个。对对对，可以先剖完一圈，然后再开始去找他那个已经裂开的地方。对对对。好，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会把那个椰子肉挖下来。三位来宾在干嘛？哎，那个椰子真的超大颗，没有，那椰子真的好大颗。对啊，这个叫做果肉，看起来这个叫做泰式水果姐姐，是经典的椰子冰哦。对。他现在在处理椰肉的部分，椰子冰淇淋还有那个椰子的泰式的水果，mix 在一起，是，对对对。那我要加冰淇淋。好，你要加冰淇淋，哇，太厉害了。第一次看谱，怎么样？那边吃的如何？超棒，超，你也偷吃？没有，我觉得老板真的是很棒，而且又很帅，对，很帅。单身吗？啪啪啪，超帅。虽然不是相亲节目哎，在干嘛？你不要因为没有吃到就这样子，对啊，好烦哦。他现在在加那个椰子的冰淇淋，而且他刚刚说椰子冰淇淋是他们特别自己做，对不对？对，是哎、欸，好厉害哦！之前店家很用心哎，没关系，我帮他回答。对，老板说椰子冰淇淋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呢，这一道就是很经典的泰式的椰子冰。想吃，你已经吃第三道了。对啊，每一道都很想吃，因为都很用心的感觉。对啊，因为都很可爱。你答对三题，你几题？我一题，我也一题，三，我还有两题。哦哟，好，五个。好的。哇，好可爱哦！这个是，他刚放了，他刚摆盘子都很用心，好像雪人哦。刚放了都很难养。那现在在加什么？这个是那个泰国的雅达子。哦，雅达子，对，知道那个雅达子。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哎，请问泰那个摸摸扎扎是泰式的？对，就是摸摸扎扎里面有那个，对，它的雅达摸扎扎有点雅达子，它只是把它变成的是冰淇淋。对，我们是用等于说是也是椰奶的作品，然后变成是用冰淇淋的形式。好吃哦！黄色的这个是红毛丹吗？这是那个菠萝蜜哦，这是菠萝蜜。对。菠萝蜜哦，这个也很好吃，我好想吃菠萝蜜哦。哎，小爱是不是之前去过泰国啊？我去过泰国很多次。那你有吃过类似这样子的甜品？没有，我都没有吃过像这样的冰哎，因为他们路边顶多就是那种像是摸摸渣渣那种东西而已。我有这么精致的好不好？我们现在泰国没有那么精致。
我今天真的有福了，好不好？待会儿我们要出的题是什么？我们要准备出题了吗？要出题了吗？好，我来哦。以下何者是三明治的由来？哎、欸，我们很认真，我们很认真在帮大家出题，好不好？三明治，来 A 三明治群岛的特色小吃，二为三明治伯爵而发明的 ，C 英国模仿美国汉堡而来。来哦，三二一，请举牌。对啊，好难哦。D C B B C B，你们真的是讨厌我。D B C， 对不起 ，B B C。B B C， 来公布正解，恭喜！耶、yeah! ！恭喜！耶耶耶！再次再次再次！耶！你自己要那个。你跟外国人没有公布他们答案，然后再出来。你跟外国人没有什么缘分。好呀。解释一下，就是英国有位好赌的这个伯爵，他叫做 John Montauk， 但他的姓氏就叫 Sandwich。然后他在打牌的时候呢，就是叫他的 server， 就是帮他做成这个，把这什么叫什么？哎，香肠啊，什么生菜全部包在面包里面，然后把它切成三角形的形状。他可以一边打牌这样一边吃，所以就叫做 Sandwich， 用他的姓氏来取名的，好吗？今天也帮大家好多知识哦。来，我们这边也完成了。我们刚刚后来有在淋上那个泰国很有名的炼乳。哇，泰国的炼乳。然后。这样就完成了，好吃哎，好可爱，太可爱了！转一圈，好轻松哦，要看到你们的那个 logo， 而且白白的，很棒。对啊，好南洋风哦，配色很简单，对，然后搭那个简单明了，也但吃不到，对对对对对。好的，那我们就要恭喜小爱跟欣姐来了来了，终于吃了，有没有很感觉就是后面应该是要海边阳光、啊，就很南洋风、啊，然后太阳眼镜、草帽，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应该要穿个比基尼，对，我可能要去换个衣服，对，穿个比基尼。但我们是直播没有时间，所以就直接吃了吧。来，还有一个小汤，小可爱，好可爱哦，谢谢帅哥老板，老板就默默的走了，好，谢谢你，谢谢你，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老板真的其实蛮帅的，真的，眼睛大的时候也很好了。到底是在吃？你不要因为没有吃到就这样。我们到底是在吃冰淇淋还是眼睛想吃小心？哇！如何如何？哎呦，哇！等一下，我们先从这边先吃完好不好？哦。如何？你要先看我们吃，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也要偷一口。这是椰子冰淇淋。哎，它还吃完这个冰淇淋，还可以吃它的果肉。它的椰子的冰淇淋味道好浓哦，就是整个整口都是椰子的味道，超浓郁的。它里面应该是不是有加一点？牛奶还是炼乳？好像炼乳，好像是，好浓哦，很好吃哎！你真一口下去，你准一口下去，一口下去，好吃到话都讲不清楚，你被气一口下去，这嘴巴都是满满的椰子香。如果很喜欢吃椰子，真的是这一道会大中。好好，喜欢南洋口味风的，是可以消暑啊。很消暑，对，而且它有补水的效果，而且很清爽哎，超清爽的，这个晒到，水果好脆哦，晒到，琳达迫不及待，好了，下一道，我跟你们讲，刚刚以上都很厉害，这一道更厉害，这一道我本人超爱的，它就是 PO 在 IG 上面，你绝对是赞数非常非常多的幻梦天使冰砖，噔噔，有没有？你看看这个配色。一整个就是超疗愈的，它是用新鲜的奇异果、芒果、蓝莓还有玫瑰蝶豆花组成五彩缤纷的感觉。哦，蝶豆花有没有？对，蝶豆花有没有？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啊，这个拍照不用修色，它就很美，对，本身就很对不对？五彩缤纷，对，梦幻天使下凡的那种感觉。这个一定要拍照的，一定要拍照，但是也是要考考大家，好不好？这个要考，有人要考啊。Linda， 你要加油！我要先偷看他们答案。来，以下哪一个？以下哪一个不是台语的？冰品的台语？以下哪个不是冰品的台语？哦，拼！你们怎么？你们这个拼音也太好笑了吧！我是很佩服，我不知道怎么出题，好不好？你拼不不不，超强！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哎。来，我拼 ice cream。你讲是 A 是什么？那个是日文发音吧？口绿幕，下好你手，下好你手，可以讲吗？这个你们是可以帮我发音的吗？我啊，好来，对不起 ，A 是 P 是 ice cream， 这个我知道，这个然后 B 是土冰，土冰是什么啊？豆饼，然后 C 是 o p i n 是这样吗？你看我说对了吧 o p i n 好了，快点，三星呐。
以下哪一个不是冰品的台语？请主，请举牌。你们害我讲话都不标准了。来来，请举牌。其实我也不知道，台语不好。哎，等一下，以下哪个不是冰品的台语哦 ？A 吧，是 A 吧？爱之古力姆不就是？好，来来来，爱之古力姆是不是要？来哦，不是，好像是日文发音。三二一，请公布答案。答案？为什么？我真的要生气！今天到底什么题目？为什么我一直猜不到？豆病，豆病，所以豆病是主不是爸爸？这个是因为主持人发音不标准。对，他刚刚讲豆病是什么？抗议！抗议！前面的人跟我说抗议！抗议！对，因为他讲豆病，豆病是什么？豆病什么？是豆病哎，就是所以是主持人发音。哎，虽然没有人猜对，我们要吃，没有人猜对，对不起，那就我独享了，谢谢。什么啦？哎，先拍照，不能这样，可以拍照吗？哎哎，这个要拍，这个要拍，这个一定要拍，可以可以拍。我想要弄的幻，给我传给我，拜托拜托，这个好梦幻哦。它下面那个也是可以吃的吗？就是那种梦幻的感觉。哎，这拍照真的不用修图哦。这哎，这颜色好鲜艳哦。对姐姐，对姐姐，这个你可以。没有这回事。分享啊，分享。我要吃一口，告诉大家，这是砖哎。哦。哎，是要这样吃的。不好意思，我比较粗鲁一点。然后就这样，好好哦，好好吃哦！哇，它是奇异果，哇，对啊，啊，那个好美哦，好吃吗？嗯，酸甜甜的吗？我跟你们说，它真的就是有，你吃下去就有那种五彩缤纷，因为有五种口味，嗯，会瞬间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然后再搭配它这个类似寒天冻的这个东西，那看起来超好吃的，你真的很棒哎。好帅到，好吃哦！这是五种不同的水果。我们这道等一下拿去给我们辛苦的摄影大哥。好好哦，不好意思哦。好啊，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道，对不对？我们有最后一道，对不对？最后一道，大家最后一道是不是？对，最后一道，大家还有机会，好不好？还要再猜一题 ，last chance， 希望大家都可以答对。哇，这个是什么？这看起来就很好。冰火菠萝油吗？哎，聪明哦。那我先吃。干嘛？答对，这也是，哦，小心小心，好好好，这叫什么？哦，是包夜夹心的，是夹心的那一种哎。哎呀哎呀呀！我爱夹心。好，这个呢是冰的面包，生乳堡。生乳堡，所以它就是有三种口味。然后呢，是有爱文芒果、抹茶，还有呢牛奶。好的，哎，它就是里面可以直接拿起来吃，就直接拿，很方便哎。OK， 那也不会滴出来。基本上它就是长这样啦。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要吃，我也想吃。这已经是切开来的，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馅。对，它有两种吃法，你要冷冻或是冷藏都可以。好不好？哦，而且它是用那个法国的进口奶油哦，法国感觉就很厉害。我们现在盘子上这个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是冷冻的吗 ？OK， 这个是冷冻，它所以它有点硬硬的感觉。硬硬的，对，嗯，有敏感性牙齿吃了可能会吓到，但小的不能吃。所以你有敏感性牙齿吗？好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好不好？给大家先看一下他们的包装，也好可爱哦。什么啦？哦，我也是还有猪蹄木哎，包装长这样，很可爱。好好，然后我们的题目是，请问小明的奶奶？等一下，让我想一下，知道啊？小明的奶奶，这一定是那种奇怪的。我们很认真在出题。小明的奶奶，小明一天喝几？一天喝几次牛奶？奶奶，快哦，快哦，快哦，来哦！小明的奶奶，三次、六次还是九次呢？我看不知道，这是老，我知道。三二一，为什么？请举牌。C D A， 因为好奶奶。吗？九啊！来公布正解。吗？恭喜你终于答对了，林丹。是。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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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题目好像答案不是奶奶。对啊，但是不是奶奶，是高钙。台语的。台语的九次。高钙。我只是随便蒙而已。我只是奶奶。好了，好了。好了，来两位，挑一个，两位，你说这个是什么？芒果，有一个是牛奶，然后抹茶，然后还有一个是芒果的口味。那我吃抹茶，拿一半好了。好，感觉今天最后有扳回一城哦。这好扎实，扎实，感觉吃一个我就会饱了。哎，很好吃哎，而且我真的觉得它可以有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你冷冻的话，就是夏天的时候吃，好吃哦。那如果很冷的话，你可能就冷藏就好了。很冷的时候应该是很冷就很冷，还是要吃啊。
不是那个内馅真的是入口即化，好香哦、喔！对你一吃它就融化了。是抹茶的，好香哦、喔，好好吃哦、喔！等下包装做的好可爱、喔。我这边有冷藏的啦，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边有冷藏的，冷藏感觉会爆浆，要掰开的意思吗？哦！那呕什么呕？好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这个甜品呢，真的大爆发，我们要继续吃甜点喽！耶！